请问怎么念？整锅带蛋。观光客可能平常不会知道有这些。好吃，重点是它不用沾任何酱。林伯凡，你老婆，她叫我们向后转，什么意思？她想看自己。不是，这里的酒精它不是75度，平常我们那个。喝一口昏倒。今天住的是蒙古吧。但是可以看到夕阳，超美的。我们来到我们南竿的第一站了，就是来妈祖庙拜一下，保一下我们的旅游平安、旅行平安。好，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全世界最高的妈祖神像，就在我们眼前，看一下。它是用365块花岗岩制成的哦，非常非常大。刚刚我们听别的导游说，然后我们自己在那边好像很混乱。刚刚导游就很厉害，就说哇，这是365块花岗岩。说原来是这样。我们现在要走进这个祈福坑道了，走进去就会被祝福。祝福，好，一个祝福。这么大，看中了。我也蛮舒服的，里面长这样哎，哦，这防空洞哦。这里唱歌应该会非常的好听。月色摇晃树影，垂树在热带雨林。我们要想一下南竿有什么歌，我们昨天东曲是那种东曲那种南竿。我刚刚想到欧巴干那啥。哎呦，有我一半的水准。时间就是这样。请帮我上林伯凡的脸。大哥带我们来马祖蓝眼泪生态馆，在蓝眼泪生态馆旁边，大哥带我们来吃这个蛋菜，现捞现煮的，超新鲜。大哥很在地哦，观光客可能平常不会知道有这些。这个蛋菜汤煮好喽。可以吃啊。在地。这边的蛋菜它是有些是白色，它这边是黄色，然后我觉得、而且它很大颗。生蚝啊这一类我都不吃，我都喝汤，我喜欢喝汤。好吃，重点是它不用沾任何酱，好像盐都没有加进去。没有，就是它就是一种海味，然后它有一点点咸咸的。我用这个干杯。干杯，咪咪，我来喝喝看它的汤。它就是淡淡的咸味。你看，我们在那边吃，那边等。你也想吃吗？你不能吃啊！啊，喜欢吃的一定很爱，很肥美的感觉。嗯，所以我之前不太敢吃。然后呢？好。下车之后，立刻看到一个超美的。小海滩，神秘小海湾，这南竿版的神秘小海湾。它的沙超细，而且你看有超多鱼，好凉哦！好想跳下去哦。然后听大哥说，这边你可以玩 SUP， 就是可能下午的时段会很多人在这边玩。我们之前其实也有想过要不要在这边玩 SUP， 但是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去牛奶海了，所以就是在这边先好好的欣赏一下。你对着大喊喊，林伯凡开始。林伯凡，我们在妈祖，妈祖。你有在哪里南竿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哇、哦！疯女人。往前，往后。水母。像果冻啊。果冻哎，好多Jelly哦，好多Jelly，好好吃哦。我们的司机大哥带我们参观这个金沙聚落，很熟哎，大哥很熟。那个马祖面线是什么？
类似干贝那种。哦，干贝，干贝我吃了。里面还有那石花豆，石花豆，八豆子很多，八豆子很多。哎呦，我很熟。吃冰沙喽。这是绿豆糕，这是米糕。这个是老酒哈。蛮好吃的，很绵密，很绵密，对，蜂蜜、啊，老酒蜂蜜冰沙，老酒加蜂蜜的感觉怎么样？有蹦出新滋味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哎，酒的味道很香，好喝吗？我觉得好好喝哦，而且我觉得因为它是有加蜂蜜进去的，所以它不会到太多的酒味，而且很爽口。大哥以前的女生都要当自慰对吗？对对。没有，以前很保守。大哥，大哥他以前很保守。民说民风很保守。如果说男女同坐，就是现画一下一条线。哈哈哈。过我这边哦。爸爸身体都没有动。很浓的酒气。对耶，很香。你是刚刚用卫生纸？对。爸爸没有在。矿泉水啊。哦，好浓哦，好，哇，我一小口，很浓哎，我们就五年六年，会醉，大哥，不会的，因为纯糯米。好多酒哦，这里好可爱哦。哎，人家都戴口罩了，好好笑哦，他们也戴口罩。哎，几块腹肌啊，看一下。林柏凡，你老婆，她叫我们向后转，什么意思？她想看腹肌。不是，不是，叫你练练八块。而且她这个，她还有流汗，那个汗。对啊，要有汗。OK。这个女人，她是坑道里面的水。这些坑道最特别的地方是，它是人工挖出来的，所以其实它建这个坑道的时候，其实是就是让很多人去世这样子，也非常非常辛苦，跟雪山雪道一样。我今晚有去坑道哦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有蓝眼泪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很可惜，因为他们最近这几天有一些土地上的纠纷，所以没有开放，完全没有开放。超可惜，听说这是非常值得进去的一个景点。对，是可以划船然后看蓝眼泪的。对对对，没错。老师来上课了。看到后面这四个大字，请问怎么念？整锅带蛋。谢谢，乱念。下面一位，怎么了？这位同学呢？整锅带蛋。没错，整锅带蛋。你拼出来哦。这里我跟大家说，在这个整什么整锅带蛋。台湾之光，我们现在去八八坑道，都是酒瓶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这里的酒精它不是75度，平常我们那个，而且它是高粱酒哎、欸，因为其实高粱酒就可以，它的浓度就其实已经到了酒精的程度了，就可以去消毒。超香的、欸，很香的酒味、欸。这里真的是全部都打开的话，就对。所以这里不会淹水，淹酒，淹酒，淹酒，酒香味超浓的。超浓，这里比外面浓超多的。一二三，一口昏倒。我觉得会很好笑哎。我们现在呢就要去赤鸟咖啡，这里以前是军营，你看现在改造成一个咖啡书店，这个好像是一二据点。哦、对对，嗯，十二，就是军人不是一二三，幺两，两幺两，一二就是洞是什么？零，洞幺两三四五六拐八弓。哇，对面是北干呢，
然后这一个我们刚刚 Google 了一下，叫金鱼。我上来二楼了，看超漂亮的，坐在这边看书。我们现在要来吃晚餐啦，我们今天是吃那种四川菜馆，虾子、竹笋、三菜、红糟炒饭跟鳗鱼。嗯，那虾子说要两种的味道，很香。原来虾子是用马祖老酒去煮的。这是妈妈的签名。老板娘说我们可以写外面，如果你没有经过的话，可以拍照给我看。老祖三姐妹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住的地方。我们今天住的是蒙古包。今天夕阳超爆美的，这边是可以看到夕阳，超美。这是公共区域，对啊，晚上宵夜什么都可以在这边吃。我们现在要开箱，开箱我们的蒙古包了。哇哇哇！你看蒙古包里面是很舒适的，是有冷气的这种，就是有点豪华露营的感觉。我提供拖鞋，其实这个是沙发床。那个云好可爱哟、哦！大家各自想一个动物，它像什么？等一下我们三二一。恐龙，已经是恐龙。来，有没有恐龙？有没有？对，张开嘴巴的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如果你住蒙古包的话，厕所是要公共的哟。洗澡的位置是这样的，还有提供沐浴乳跟洗发精，还蛮干净的。晚上的时候，对面小卷灯也没有绿色绿色，然后如果天色一暗的时候就像极光。这边对面就可以看到对岸了，那边是福州市马祖汉堡，就是一个聚光灯，它整个就是杯狗的样子。然后饮料呢，就是有咖啡跟红茶选择。早安啦，拜拜了南竿。我们早上就要从南竿离开了，然后我们整趟南竿的行程呢都是坐大哥的车，所以大家来南竿的话记得来找他，我会把他的可联系的方式放在上面资讯栏，欢迎找大哥，真的超赞，赞赞赞赞赞，谢谢大哥，拜拜拜拜。 Let's have a good day。If it's rainy day， 看电影刷咖啡，咖啡厅喝 latte， 与你夜黑。